另一个好消息是，艺人陈建州和范玮琪的宝贝双胞胎出生了。而下午黑人也开心宣布，小孩的名字叫做玄飞玄翔，而这个玄是孙运璇的玄。不过呢，黑人一开始念成瑞，被网友纠正之后，他才决定要把字改成瑞，就怕孩子的成长过程要一直解释自己的名字该怎么念。黑人陈建州在老婆范范生完一对双胞胎之后，今天下午正式进棚跟大家分享喜悦。结果他开心宣布，大儿子的名字叫陈瑞飞，小儿子名字叫陈瑞翔。几个小时之后，网友纷纷在他脸书上留言，他的名字根本就念错了，那个字念玄，不念瑞，不念瑞吗？孙玉璇的玄啊。可是你去网络上没有，可是国语词典里面没有念瑞，所以你整个全部都念错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那个字是孙玉璇的玄。对，后来我看那个网友可能回复的是玄。我要问我老婆，刚才所有新闻台都在讲这件事啊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那先用 River 跟 Ryan 为主，所以名字还要不确定。没有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看是不是要处理。是念瑞啊，我有一个同学就是这个字念。对啊，这个字到底怎么念，在摄影棚引发一阵广泛讨论。后来黑人坦言，他跟范范会取这个字是来自于手机 APP 的笔画，而非透过专家建议。范范就是用那个字嘛，笔画，他去对，好像那个 APP 跳出来是94，所以你们两个是完全没有商量跟任何长辈或者是算命师商量，你们是用自己的笔画去算，好听，好听，有意义。可是这个可能还是要真正去讨论一下。所以今天晚上啊，再跟范范讨论一下，我们怎么常会这样？黑人最后超无奈的说，他跟范范从怀孕、生产到最后取名，过程真是一波三折。我发现我从宣布结婚、怀孕到生下来，好像一波三折。对，从人工还是自然开始就一波三折，对不对？哇，喜剧的命嘛，我真的是。所以到今天晚上还会有所变化。我以我老婆为主。联播记者 A 君台北报道。